怎样送什么？他们一翻赏金不玩那种抽来抽去，他们还要再给你加嘛。七红珠直接满七抽，就送一个，全面随便你选一只走。感动我这个玩法，我吓到了。能贴的他都贴，对，这边在一中间要角落的店，一般赏超多80个以上之外，还有很特别的一般赏，来暴走兄弟，直接送你一台车。等一下，他说满几抽，满8抽送你一台。我觉得台中他们真的很喜欢买怎样送什么，他们一般赏已经不玩那种抽来抽去，他们还要再给你加嘛，运气不好还是会让你玩得开心。对，像这个七红珠直接满7抽就送一个。全面随便你选一只走，不管你抽好不好，就是7抽就送你。哎，这真的很赚哎！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玩法哦，雷姆12抽送一只这个。对，它原本有一个是7抽送这一只，可是已经被抽被。对，它就是一个，你送完就没了。而且他们还有一些是点数，就可以兑换这样子。我们没有工商，对，没有，就真的是非常厉害。台中的店真的是这么厉害。对，这也是那个观众推荐给我们。对，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玩法。对，这还蛮酷的。台中这个玩法我吓到了。那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要抽什么。好，我们刚刚真的选超久了，看到一个真的送太好了，这个一定要抽吧。5等份的花架，羊的最爱。对，我喜欢什么？你喜欢一花三九跟五月。先说我没有看5等份的花架，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太红了，没看都知道。我决定一下，一花二奶三九四叶五月。我没看完就抽了，好不好啊？它已经是新娘妆，每个人的新娘妆都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往上拉8抽就送你一支。你8抽都没有抽到东西，直接我们先问老板，他的数要送完就没了吗？对，送完就没了。送完就没了，然后现在是5支都还有。疯了，这家店疯了。而且我刚刚观察，他们都没有歪哦。我刚刚是这样子在看的。这个超美的。39这个真的很美，而且一样是它是新娘妆、新娘服的。对啊，超漂亮的啊。来，那我们就先10抽。好，来。来，杨说你想要一花吗 ？A C E， 可是我最想要。哎，我们是史上最轻松姿态抽一番赏，这第一次可以做到抽一番赏。他踢下面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因为他在下面啊，我们蹲着的脚可能会爆炸。杨也要那个，你要 A C E， 你有兴趣吗？我没兴趣。他喜欢看后宫，我没有很喜欢。我只有刀剑神韵可以而已。我也不喜欢后宫，我是三九。我的梦想就是后宫。因为三九真的很可爱啊，他真的很可爱。我自己的婆自己抽。你先自己的婆自己抽，自己抽。我有拿两张了。我也拿两张了。那我要拿两张。有好像在玩牌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在玩牌。H， 三九的。我抽到39的话，对，只有3个哎，而且是我喜欢39啊。M 在哪里？这里。哎，好远哦。第二次。M。好，你很。好，完蛋了，我会怕了。M。我要换牌，就你了。四叶 D。五。可恶！我你中四叶，闪过，直接闪过。哇 ，A C。你都闪过，你直接抽到中间哎！可是我不喜欢四叶，再两张。对，这两张你就可以选你要的了。我就可以取我要的婆了。美国，那你前面帮你拿相机啊。好，抱歉。M L， 这是只有夹吗？不是，它是立啊，对，立牌。我要选中间那一个。39。嗯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们刚不是8抽
送一个这个吗？而且是自选之外，五抽就送一个水壶，然后里面是毛巾，90公分的。今天到底要送到什么时候啊？老板太会送了吧？来看一下吊饰，吊饰的部分我就请那个老板帮我随机随机拿，它其实是可以，它是可以选的，就是软胶吊饰。再来，这个是立牌，它立牌是这种纸的，它是相框啊，而且是日式的哈，日式白污垢哈，分婚纱照。再来大的，刚刚的这个叫什么、啊？版画。对对，也不是版画，反正就纸类的。这个不能选，你抽到哪个就哪一个。对。再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我跟你讲，虽然你抽到四叶，你没有很喜欢，但是它的颜色很美。它有歪吗？我觉得没有，没歪。哦。那我们这边呢？我们就一致都要选三九。对，没错。直接就是一盒三九。而且它是一盒的，它不是打开的这个，我也是打开这个。我也是打开那一只。抽就有哎、欸，它这有限定数量吗，老板？还是抽完就没有限定数量，送完就没了，送完就没了。那今天还有一些特殊一番赏，我们刚看到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抽一下。有个更厉害的，我现在带你去。这一个，这一款它是一番赏，是它也会送你一个序号，你抽到一番赏跟你的序号，你会中到其中一个东西。所以会抽这个，代表是有玩这款游戏的人要去抽啊。这款也是一番赏，也是很特别。这款你没看的，这个泡泡，对，泡泡，你们不是有看吗？我有看。就是 Netflix 上面的电影，连这个都有一番赏，也有他有进进来耶。对，还有很多特别来。他你想抽的这一个？老板说今天热腾腾的啦，你喝啦。我可以抽吗？我有点想哎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啊 ？Hello。哦，就是一个皮球。哦，皮球可以。好可爱哦。谁给你 Hello？ Hello 是钢弹的，因为尼尔有出非常多的续作，然后我自己只有玩那个 PS4 上面尼尔自动人机，然后续作可能其他东西我不太了解，但是它差不多世界观都是有点接近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要抽了哦。好，因为这种真的很少看到很少。它超特别。它不是千纸，它是刮刮的。特别就是一个刮刮的。我现在刮一张，一闪来了，我看一下一闪什么。它是小画框吗？它可以自选小画框。它的管制很多。这刮又是一啊！刮刮，它的一就是小赏的概念呐、啊。对你这刮，我刮中就好了。哦，很难呢。一赏，我靠，五一耶！怎么会这样？进鬼了。没关系，那个就是这个店有很多特殊，很多特殊一般赏哦。我示意一下给大家看，我们刚五等份花家抽这么好。对啊，我在抽。第一个一半的，再一个特别的，对，再一个特别。这边真的太多特别的，对。那个尼尔的小赏，它好可爱，就有一种相框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摆好，我就要这样复数摆起来。哦，你这个设计感不错吧？不错呢。有点可惜没抽到 B 跟 C，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很可爱。对。主要是要介绍特殊给你们看。我刚看到一个神秘的东西，它居然有偶像团体，日本偶像团体乃木坂，乃木坂我知道，他们有一番赏。你知道他说九月还是几月啊？十一月山上优雅。十一月有山上优雅得一番赏。对。那他的 A 赏是什么？他刚讲什么东西？没有没有。那我们刚看到有几个我们想要抽的，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自己真的很多一番赏，是这个新的我一。这个我们自己也没有抽过的。今天想要红马路，我想要 F， 我想要 F。小青蛙也。他这一次的都是比较特别，都是复古的角色。像角色，你说他给我看旁边呢？没有啊，他只看到这些，说红跟这三个是固定班底，我刚可是你看爆豪，他把它掀起来。我刚以为他说除了这三个之上。你是不是累了？不是，你不要乱讲话。因为你刚。我没有讲过是你哦、喔，是粘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就两抽就好了。好、啊，这个很可爱，我刚看到这个很可爱。比卡丘，而且它的比卡丘是日版的比卡丘哦、喔。来，怎么说来？因为我们以前看比卡丘是比较肥的，日版的是要扁扁的。你有没有想过它是娃娃的？是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去看卡通。我想到这个 C 好可爱，它放在袋子里面。我可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盘子杯子也可爱。这个 C 好可爱，我的妈呀！我也觉得 C 很可爱。那我们这个抽两抽就好了，跟你说。我因为我就一人一抽，然后这个你们两抽就好了。好，你是叫小青蛙嘛？对。K 吊饰吧。K。哇，我们都抽 K。见鬼了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要再抽我一了。要不要先抽皮卡丘？你们两抽。一。我最想要 C 赏。杯子和盘子那个。你不要偷看啦。感觉一样。吊饰的圈。G。可恶！反正没关系啦，就是大家来这边的时候可以来体验一下，找一下你想要抽什么，因为它有很多那种像那种自制，不是自制的吗？它是日本线上专属，日本线上的、哦、线上专属的。而且它这边有个特点，就是你的茶碗你可以累积点数。好嘞，那我们那个
小粉红再看一下吧。好，好再好看一下。我刚刚有放松事故，皮卡丘那个羊应该是看到夜市的啦。对，没有分什么以前的版本跟。还笑屁呀、啊！好，我们来看阿赏，我们刚刚罗英就三个多教室了，就不特别看了。然后再来是皮卡丘，哎、欸，他的盘子，他是盘子跟杯子可以，我们选盘子，盘子比较少，盘子比较值得。然后这个就是吊饰，就不开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后面就抽给大家，他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类型可以观赏。刚刚又有白书，我觉得他之间超过80个，而且他一直随时都在更新，对，而且送东西也送很夸张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来这边，这边是一中街角落。我的店地址，对啊，如果大家你们的县市，你们所在县市有特别的玩具店、一番赏店、扭蛋店，随便都可以推荐给我们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影片到这边，记得我们今天的奖项都会送出去。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，记得要去看下一支影片哦。我们都会在下一支影片公布上一支影片谁中奖。没错，留言跟我们说，留言抽奖，留言抽奖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